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博物馆风波。是霸王龙的化石，我们来玩轮流扮演霸王龙的游戏吧。好呀好呀。可怕的霸王龙要来抓你们啦。我们好害怕呀，快跑呀。好，我来啦。哎呦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啊！哎，在博物馆里不要追逐打闹。哦。麦多多，你不是最厉害的霸王龙吗？怎么摔倒了？哼！霸王龙生气了，我要把你抓住。霸王龙来了！救救我！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站在博物馆里，这里发生了事故，你们看。别担心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哎呀呀，博物馆里乱糟糟，走走。哎呀呀，恐龙化石不见了，全碎了。哎呀呀，所有雕像都倒下。哎呀呀，我们快点行动吧。嘿呦嘿，伸出我的长手臂，有力气。嘿呦嘿，大大石块吊起来。嘿呦嘿，恐龙化石找一找。嘿呦嘿，一块一块搭建好，完成了。哇哦，霸王龙又出现了，可是雕像怎么办？看我的魔术表演吧。变呀变，大大滚筒转呀转，转呀转，变呀变，七彩水泥变出来，好漂亮。变呀变，小小裂缝修不好，变呀变，变回原来的模样。哇，好神奇。我来啦，张开翅膀飞，受伤疼痛别害怕，别害怕，我来啦，发射光波治疗你，我来啦，统统全都消失吧。耶，太棒啦。现在让我们一起帮忙把博物馆变回原来的样子。好的。呼啦啦呼啦啦，恐龙化石放在哪？呼啦啦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中间。呼啦啦呼啦啦，雕像雕像放在哪？呼啦啦
车一直回来了。奇思妙想汽车馆。最新款无人机第一次试飞，现在开始。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。哼，你可别小瞧它，它的速度快得像闪电。再快点。你看见它了吗？好像不见了。不好，我的无人机落在了郊外。我们一起去找找吧。好。根据信号显示，无人机就是落在了这儿。这里好像很久都没有人来过了。会不会有危险？我有点害怕。酷宝，你可是超级汽车呀。哦对，我是超级汽车，我怎么能害怕呢？瞧，你的无人机在那儿。哈，找到了。你们是谁？不管是谁，欢迎光临我的汽车修理厂。要不要试试我珍藏的大铲子，或者精巧的螺丝钉？谢谢，我们什么都不需要。我们是来找无人机的。原来你们不是来找我修车的。根本没有人记得我的修理厂。酷宝，牛大哥看起来很难过，我们帮帮他吧。我有一个想法啊，牛大哥，我看你这儿的汽车零件都旧了，不如我们做些改造，把这里变成汽车展览馆吧。汽车展览馆听起来不错。嘿嘿，那就呼叫指挥中心。哥哥，怎么是你？嘿嘿，还有我。开心虎，我们想要改造牛大哥的汽车修理厂。我明白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出动。超级汽车变身。铁臂挖掘机，酷宝！大力士吊车，阿力！七彩搅拌车，瑞博！超级汽车，出动！朋友们，让我们发挥想象力，一起来改造吧！大轮胎，一二三。铁皮拼一拼，又挡风呀又遮雨，大铁皮挂彩旗，变成小屋真美丽。后视镜像眼睛，擦掉灰尘亮晶晶。后视镜这心意，保有巨大万花镜。干得不错，继续加油。小的摆整齐，汽油桶喷颜色，七彩铁皮汽车人，欢迎你来参观奇思妙想汽车馆。好新奇，好喜欢奇思妙想汽车馆。这
这里真好玩，我下次还要来。太好了，这里又热闹起来了，超级汽车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消失的超级汽车。我发明的大力拖车果然超超超大力，连火车搬搬都拖得动。马上要天亮了，今天的任务完成，明晚再继续行动。什么事儿了？这是哪儿啊？我们好像被关起来了。嘿嘿，糟了，门打不开。我们可以呼叫指挥中心寻求帮助。咦，怎么没有反应？别浪费力气了，这儿的信号已经被我切断了，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吧。哈哈哈！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这下可怎么办呀？别担心，雷克警长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嗨，雷克警长，你看到斑斑了吗？好像没有。好饿呀。真奇怪，亚米今天怎么没来卖早餐？什么？亚米今天没上班？啊！小美去哪儿了？这里的垃圾桶已经满得装不下了。大家都不见了，情况不对，呼叫指挥中心。为了活，开心活，今天有很多超级汽车都消失了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快帮我找一找他们在哪儿吧。没问题。奇怪，搜索不到他们的信号。不好，他们可能有危险，我得去找一找，快帮我升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朋友们在哪？雷达开启，加速前进，睁大眼睛，我一定要找到你。啊，快来帮忙了。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线索藏在哪？人行道上，小水坑里，草丛里面，大树下面，发现大家的踪迹。朋友们，你们在里面吗？快救我们出去。警长，敌人敌人出现了，小心小心，长长钩子伸出来，危险危险，大大箱子飞过来，躲开躲开，警车警车要战斗，前进前进，丢丢向前冲，冲啊冲啊，正义需要我守护，全力以赴，大大钩子甩呀甩，晕晕乎乎，警车警车想办法，绝不认输。雷克警长，把他引到仓库前。滴滴呜，滴滴呜，看这里，打开灯光吸引你向我靠近。就是现在，全力出击，撞开门，
尝尝被关起来的滋味吧。路障车，别挡路。前方有路障，大家请绕行。让开让开。嘿，雪芬，快停下。雷克警长，我赶时间，你就让我过去吧。不行，所有汽车遇到路障都不能通行，这是交通规则。嗯，好吧。喂，前面怎么不走了？别堵在这儿。哦，糟了。啊，有路障就不能前进，还会造成大堵车。哈哈，我有主意了。嗯，改装完成，路障车诞生啦。满满一车的路障，让所有的汽车无路可走。去吧。谢谢你，雷克警长，再见。再见。怎么回事？这里又有路障。奇怪，这些路障都是谁放的？贝勒虎、开心虎，怎么了？雷克警长，城市里出现了好多路障。大桥上、公园里、沙滩上都有。不对劲，贝勒虎，快帮我升级，让我去调查一下。没问题，再叫上酷宝一起来帮忙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铁臂挖掘机，酷宝。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汽车现在出发，去解决麻烦。滴滴嘟滴滴嘟，汽车喇叭滴滴嘟，我被拦住，我被困住，我们被堵住了。大大铲子举起，路障路障千千里。雷达雷达滴滴滴，发现了目标。站住，不许跑！雷达雷达开启，无敌无找到你。铲子回来又回去，勇往直前不回停。一定要抓住他。超级汽车快追击，危险危险要小心。转动车轮向前进，轻松跳呀跳过去。挥动铲子向前进，轻松推开穿过去。追呀追，追呀追，推呀推。这个大坑很危险，我们需要在前面放一个路障提醒大家。这样做才对嘛。惊险飞行，哟吼。开心虎、贝勒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嘿，我们正在测试最新的发明——救援弹弹床。看起来好有趣，我也要玩。抱歉，我太重了。没关系，看来这个弹弹床还需要再升级一下。丹丹，你不是要去送货吗？差点忘了，我先走了。
斑斑怎么还没来呀？嗯，需要帮忙吗？我可是超级快递员哦。还是让斑斑来送吧。这是什么？呀！救命！麦多多！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人呢？难道是我来早了？斑斑，快来救救我们！你们怎么都在天上？多亏了我的小飞车呀！去吧，小飞车，带他们离开贝勒小镇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城市里出现了很多小飞车，把大家都抓到天上去了。哥哥，快想想办法！救援弹弹床应该能派上用场。斑斑，这次的任务就交给你和高迪了。哦，好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大货车，斑斑。装甲消防车，高迪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小飞车都被消灭了，斑斑，这次多亏了你。嘿嘿，还好我平时吃的多，长得壮，他们拉不动我。说到吃，我好像又饿了。寻找大怪兽。你呢？你在排队买什么呢？是最近新出的怪兽漫画书哦，我听说非常好看。雷克警长，你要不要也买一本呀？人太多了，我先去巡逻，一会儿再来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，嘟嘟车们？我们发现了一个怪兽。怪兽？你们说的怪兽？该不会是他吧？没错，就是他。这是漫画，你们一定是产生幻觉了。不，我们真的看到了怪兽。你
们是在哪里发现了怪兽？带我去看看吧。跟我来。雷克警长，我们就是在这里看到了怪兽。嗯嗯，没错没错，这是他留下的大脚印。看来真的有怪兽。呼叫指挥中心，贝勒虎、开心虎，城市里好像出现了怪兽。啊，怪兽？没错，我必须马上升级去调查真相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超雷达警车雷克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怪兽怪兽躲在那，开雷达滴滴呜，花园里面找一找。哦，发现大脚印。地上脚印一块半，样子样子很奇怪，走过去又走过来，消失在花园外。怪兽怪兽躲在那，开雷达滴滴呜，大街小巷找一找。哦，发现大脑袋。是怪兽，我看见它了。一起抓捕大怪兽，速度速度要加快，这边右边来包围，我们要把你打败。是猪的。大脚印和大脑袋，原来只是个意外，真相真相一揭开，哦，怪兽不存在。原来没有怪兽啊。猪大叔，真是抱歉，我们差点把你当成了怪兽。不要紧。可是，你为什么要打扮成怪兽的样子呢？哦，对了，我是为了宣传这本漫画书。我听妮娜说，它非常受欢迎。没错，如果你们也喜欢，这几本就送给你们吧。哇！砰砰爆米花！哈，能田大丰收，收割机哈维开始工作。小麦咔嚓咔嚓，南瓜咔嚓咔嚓，番茄咔嚓咔嚓，玉米咔。玉米呢？怎么都不见了？哦，原来是被他偷走了。嘿，你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哎呀，好痛！痛就对了。爆米花车，让他们吃点苦头。小鸡们多吃一点哦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猪伯伯小心！情况紧急，呼叫指挥中心。怎么回事？是我眼花了吗？贝勒虎、开心虎，有辆会喷爆米花的汽车！哈维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过我绝不允许他这样浪费粮食，必须赶快阻止他。你说的对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装甲消防车超级，全能收割机哈维，超级汽车
出动！大水泡准备好，瞄准目标，砰砰砰砰砰砰，小意思。哈，他们有爆米花啦！不好，他又要去摘玉米。放心，有我在呢。收割机咔嚓嚓，齿轮转得快，东边跑西边跑，收割交给我。收割机刷刷刷，手臂长又长。别想跑！哼，这就是浪费粮食的下场。最强组合，为什么我每次都会输给超级汽车？难道他们有什么秘密武器？我要好好研究一下。哦，警车和挖掘机的战斗力最强。嘿嘿，我有主意了。完成了，没错，它就是警车和挖掘机的合体升级版，无敌汽车王。真是太完美了，不愧是我天才麦特博士的发明。无敌汽车王，去战胜他们吧！雷克警长，我已经帮你升级到最佳状态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哦，好极了，谢谢你配了火。嘿，你们看，开心虎帮我涂了保养液，还是草莓味的。是求救信号，快走！指挥中心，我要投诉雷克警长，他导出发射大王，把城市弄得一团糟。还有挖掘机库宝，他用铲子到处破坏。看他挖的大坑。什么？雷克警长和挖掘机库宝？这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我们俩可是一直待在这儿。快看看监控。原来是麦特博士发明的汽车，他竟然复制了库宝和雷克警长的武器。哼，这个坏蛋就交给我们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铁臂挖掘机库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警车警车滴滴呜滴滴呜，加速追击冲冲冲冲冲冲，我的大王能抓捕。射击，小心小心，快快躲避，瞄准车尾，射击射击，小心小心，快快躲避，我是
正义的进程，勇敢战斗不退缩。大意了，雷克警长，我来帮你。挖掘机呀，哐哐哐，哐哐哐，加速救援，我我我，我要我，我的铲子力气大，举起石头，砰，攻击！哼，看看这招，挥挥铲子，进攻进攻，撞呀撞呀，绝不退后。转转车轮，进攻进攻，撞呀撞呀，绝不退后。我是最棒的挖掘机，坚持到底不放弃。怎么办？他真的太强了。别灰心，我们一起上。警车警车向前冲，冲啊冲，挖掘机呀挖石头，挖啊挖，我们是最强组合。为什么我又失败了？哼，你当然会失败。谁让你遇到的是最强组合？工程车技能大赛。哦，我们又建好了一幢楼房。哦，真是太棒了。这次真是多亏了我，把土地铲得这么平整，你们才能施工。嗯，库宝，你说什么呢？如果没有我搅拌水泥，你们拿什么盖房子？哼，那些重重的石头和沙土可全是我吊起来的。还是我的功劳比较大，我就是最棒的工程车。我的功劳更大，我才是最棒的工程车。啊，不对不对，应该是我。停，不如我们找别人来评一评吧。那一定要找最公平公正的。我同意。雷克警长，你是贝勒小镇最公平公正的汽车。请你说一说，我们谁才是最棒的工程车？这个，我觉得你们都挺棒的。不行，你必须选出一个最棒的。对对对。啊，有了，不如你们来一场工程车技能大赛吧。嗯，好主意。没问题。呼叫指挥中心。库宝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要跟阿力、瑞博比赛，快帮我升级！我们也要升级。啊，什么嘛！我还以为有重要的任务呢。比赛也很重要。没错。好吧，好吧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库宝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屈才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第一局比赛挖坑，谁的本领强，我们比一比。冠军就是我，铁臂挖掘机，大铲子最坚硬，挖石头，挖土地，挖掘机最无敌。库宝胜出。第二局比赛搬运，谁的本领强，我们比一比。冠军就是我，大力士吊车。
大钩子有力气，吊起来放下去，大吊车最无敌。恭喜阿力！呵呵，第三局比赛搅拌水泥，谁的本领强，我们比一比。冠军就是我，七彩搅拌车，大滚筒转呀转，无水泥变呀变，搅拌车最无敌。瑞博获胜。我们都赢了一局，到底谁才是最棒的工程车呢？谁的本领强，大家比一比，让我想一想，谁才是第一。大吊车我赢了，挖掘机是我吗？还有搅拌车，合作最无敌。什么？合作最无敌？嗯，你们合作修好了一条路。哇，我们真厉害！没错，你们在一起才是最棒的。我们是最棒的工程车队，最强磁铁车。想知道我的新发明是什么吗？就是它，最强磁铁车。让你们见识一下它的威力。汽车离开贝勒小镇吧，嘿嘿。哦，喂，你跑不动了。你要去哪里？我也不知道，救命啊！我好像也不受控制了。呼叫指挥中心，我需要帮助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一辆奇怪的磁铁车把大街上的汽车都吸走了。好像要把所有的汽车都带离贝勒小镇。哥哥，我们快点阻止他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大力士吊车阿力。超级汽车出动。伸出长手臂，咔咔咔，挥挥大铲子，哐哐哐，转转大车轮，咕噜噜，我们要进攻，向前冲，摇摇摆摆转不稳，慌慌张张没力气，小心小心别靠近，大树大树要抱紧，坚持住，大家需要我们。大大的铲子挖呀挖，紧紧抓住你不放手，长长的钩子勾住你，
用力拉一拉，就拉，成功了！大家快躲好！别找了，我们在这。举起我的大铲子，甩起我的大钩子，石头石头扔出去，哎呀哎呀打不倒，冲呀冲呀向前冲，让我紧紧贴着你，铲子用力哐哐哐，钩子用力甩甩甩，打败他了。怎么回事？大家又被吸在一块了？没有，我们只是想要庆祝一下，一起来跳舞吧！记忆病毒。嘿，阿布，生日快乐！雷克警长，你的记性可真好，居然记得我的生日。那当然，没什么是我记不住的。你是谁啊？什么嘛，还说自己记性好，一下子就把我忘了。是哪儿？我是谁？怎么想不起来了？哈哈哈！雷克警长竟然忘了自己是谁，这太好笑了！没错，只要被我的病毒芯片打中，汽车们就会失去记忆。继续攻击！哈哈哈！飞老虎，公交车巴斯忘了上班，我们上学要迟到了。垃圾车小美也忘了上班，街道上好脏啊。小火车到底是怎么不认识路了？啊！大家稍等，我们马上调查一下。找到了，原来又是麦托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快呼叫安琪，帮大家清除病毒，恢复记忆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飞天救护车，安琪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超级汽车失去了记忆，不要担心，我来帮助你。一圈一圈飞呀飞呀飞，请你想想你到底是谁。我是无畏的消防车，我叫高迪。哇呜哇呜没灭火，没错。伸出我的长水管，喷呀喷呀喷呀，大火大火熄灭了，太棒了！记忆记忆回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安琪，继续寻找其他的超级汽车吧。好的。我们是超级汽车，有不同的工作。我是飞天救护车，治疗交给我。请你请你快想一想，你的工作是什么？请你请你快想一想，现在该怎么做？我是巴士公交车，接送乘客很负责。我是妮娜出租车，所有道路的记得。我是小美垃圾车，清扫每一个角落。我是雷克是警车，发现坏蛋不放过。我们是超级汽车。
解决了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，真好呀！海盗通缉令。嘿嘿，把东西放下。我是警车雷克，现在要以盗窃的罪名逮捕你。哦，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雷克警长，想抓我，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不好，站住！前面就是大海，你无路可逃了。正合我意。雷克警长也没什么了不起。嘿，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出什么事了？有辆汽车偷走了金奖杯，他现在逃到了海里，我追不上他。你说的汽车难道是他？没错，就是他。可恶的海盗车，他竟然能在海面上行驶。别担心，我们也有适合海上作战的秘密武器。哦，那太好了，快让我升级吧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火箭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啊，全速前进，抓海盗！加速，哟吼！加速，哟吼！加速，加速，加速 ！Go go go！ 加速度冲冲冲，我们去抓海盗！引擎声轰隆隆，吹响战斗号角。海风吹摇啊摇，小心不要摔倒。海浪拍哗啦啦，坚持不退后。拉响警报去战斗，雷达雷达滴滴呜，目标目标找呀找呀，向前向前追呀追呀，加速前进去战斗，引擎引擎轰隆，进攻进攻冲呀冲呀，左边右边抓呀抓呀，就凭你们也想抓我？帽子尖钩子，我是可怕海盗，很强壮有得快，不怕光分海啸，躲金币抢珠宝，永远不会满足，跑呀跑逃啊逃，全被我甩掉。超级汽车去战斗，目标目标瞄准了，咻咻咻咻，躲呀躲呀，咻咻咻咻，躲呀躲呀，超级汽车去战斗，浪花浪花哗啦啦，进攻进攻，看不见了，进攻进攻，动不了了，哟吼，饶了我吧。那你快把东西交出来吧。什么东西？就是你帽子里的金奖杯。被发现了。热闹的汽车节。朋友们，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汽车节了，大家都会来参加。我的蛋糕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呢？放心吧，雪莉，我的汽车壁画已经完成了。我们的汽车模型也拼好了。嘿，这些鲜花要摆在哪里？这里，这里。哦。雷克警长，谢谢你来帮我们。别客气，哇，
你们把这儿布置得真漂亮。嘿嘿，今年的汽车节一定会特别精彩。我们都好期待呢。走吧，我们先回家吧，明天再来。哇！怎么了？雷克警长，你看，有人破坏了我们的会场。别着急，我马上去调查。会是谁干的呢？当然是我啦！哼，你们居然想举办汽车节，这可是我最讨厌的节日。机械车，去把汽车节的一切都摧毁！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你举手干什么？给我继续破坏！不行，我必须马上阻止他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有辆机械车正在破坏汽车节，快，我需要升级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，超级汽车，出动！我们也来帮忙。在那儿。追呀追，第五第五向前冲，冲冲冲！快躲开，石头石头飞过来。挡住呢。别想跑，紧紧跟在你身后，任何危险都不怕。超级汽车不后退，追呀追，第五第五继续追，加油加油！转个弯，目标消失不见了，去哪了？别担心，雷达灯光闪呀闪，目标目标被找到，一张大网抓住你。太好啦！我们的汽车节还能继续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们来帮忙啦！真漂亮，尝一尝蛋糕面包味道香，好香呀，听一听大家一起来帮忙，一块一块拼起来，多么珍贵的纪念。扫一扫垃圾灰尘，全扫光全扫光，喷一喷小花小草太搞笑，哈哈哈，跳起来跟上同一个节拍，许下同一个心愿，永远都是好朋友。汽车节真是太热闹啦！是呀，我本来还以为要办不成了呢。超级汽车是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，相信我们会一直守护大家。臭臭车闹翻天。三年没洗的臭袜子，腐烂的水果，还有炸毛的臭鸡蛋。哈哈哈！真是太臭了。不过我的臭鸡蛋成功了。出发吧，臭臭车，去贝勒小镇大闹一场吧！哈哈哈！好臭呀，胖嘟嘟，是你放屁了吧？不是我，是辣嘟嘟。好臭啊！辣嘟嘟都被臭晕了。辣嘟嘟，辣嘟嘟，快醒醒！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辣嘟嘟被一股臭气臭晕了。呼噜爷爷，你快帮帮他！好的。你终于醒了。不好，你们先躲起来。
啊！我的甜甜圈臭了！啊，我的头发臭了！啊，我全身都臭了！这些臭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看来有人在捣乱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哦，呼噜爷爷发来了求救信号，怎么看不见啊？有一辆很臭的汽车，喷了好多臭气，我需要升级去阻止它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螺旋洒水车，呼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，我们要来帮忙。臭臭车来到大街上，它要干什么？喷臭气到处污染空气，我不能呼吸。噗噗噗，臭气飘来飘去，讨厌讨厌。注意大家快点躲好，怎么了？臭气臭气飘过来，快躲开，快跑。公园公园被污染，臭臭臭。农场农场被污染，臭臭臭。关上门关上窗，躲起来别靠近。公园太臭了，臭臭臭。别担心，我来了。哗啦哗啦洒水车，哗哗哗，转呀转呀打水枪，转转转，喷喷水向前挤，让空气变清新。哦，感觉好多了，好清新。臭臭车，你逃不掉了。瞄准左边的洞洞，砰砰砰，瞄准右边的洞洞。哈哈，现在你喷不了臭气了吧？我的宝贝臭臭车回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等等等，不要！好臭呀！毛怪来捣乱。老板，我今晚有演出，请给我剪个帅气的发型。没问题，保证让您满意。已经剪好了吗？我的头发！北极熊先生，真对不起啊，我这里有一顶假发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只能先这样了。我的假发！是谁乱丢垃圾呀？不要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我的头发长出来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呀？这太可怕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开心虎，小镇出现了好多奇怪的绿毛毛，你们快调查一下。绿毛毛？这些都是我干的，我是哈哈怪的表哥毛毛怪，他是来帮我报仇的。地
球马上就是我的了，哈哈哈！你别得意，开心虎，让我们和超级汽车合作，打败他吧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分类垃圾车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某某外来到地球搞破坏搞破坏，没有人能阻止我，某某炮弹最厉害，把你们变成某某怪。小心小心某某怪，好可爱，变过来，炮弹都乱到处飞，危险危险，快躲开，救救我。姐妹们，该我们行动了。街道街道扫一扫，公园公园扫一扫，老团老团全扫掉，一代一代的老友，加速加速洗一洗，用力用力洗一洗，老团老团全清理，城市城市变干净。我还有很多毛毛的，继续攻击。我的头发怎么办呀？北极熊先生，看我找到了什么？我的假发，太好了。你们今晚有空吗？我想邀请你们参加我的演唱会。